你这个指甲多久没剪了？这么黑呀、啊，这个。泡了，不用泡了，这也不用泡了，剪过了。剪过，你看你回头泡吧，洗洗。我看你那个脚紧的要死，你干嘛又不疼是吧？痛不痛啊？疼不疼？啊？因为那个时候还不要动，不能动哈，动就疼了。
你就干就好，要是咱都谈了，咱不说你过去的事，过个来听，不然你过去了，开路不开路，我走就好，今天这样，谢谢路上去。见到妈妈，给他给老，哎，交给你钱，钱给他还了，也行。